26岁嘅 Jamal 上个礼拜四晚喺多士西区俾人联军八枪丧生，死者母亲伤心欲绝，因为呢十年嚟佢嘅三名子女均受同样手法杀害。2002年3月，佢嘅18岁女儿 Shamir 同男朋友喺一间夜总会外面遭枪击中头部死亡。Shamir 出殡嘅时候，儿子 Yannick 有份赴灵，大半年之后 ，Yannick 亦步佢姐姐后尘，被枪杀身亡。该区一个反暴力组织琴日呼吁新当选市长庄德利同省府共同努力减少枪击罪案。